我们一月份的时候不是有进行那个签名会吗？那今天可以在舞台上跟大家见面，非常非常的激动又兴奋哦。台北잘지내고있었죠？你们过得好吗？오늘놀준비됐죠？你们有准备好好好玩了吗？소리질러！尖叫声！오늘잘놀아봐요。我们要一起玩哦，今天。